您好，欢迎莅临立德路二号。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台湾的钢琴 Super Shop， 我们的严俊杰严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谢谢。您好，再来是我们这次跟他一起搭档，就是台北市立大学的我们的林英如林老师，您好。你好，老师您好，请问一下，就是当初啊，你们最近刚好在筹办一个就是国际大师钢琴音乐节，那这样的这么棒的一个 organization 是怎么样开始的？应该是说，我印象中是俊杰在2016年，他从意大利那个 Perugia 的音乐节回来，然后他就有一天晚上，我就接到俊杰的电话，说：“哎、欸，学姐，那个我想要办一个音乐节。”那我就说：“什么音乐节？”他说：“一个就全部就是只有钢琴的音乐节。”他就说：“我就说，那为什么你要办？”那他就跟我说：“他从以前，从他小，他一个人就是很小就在国外念书，然后他觉得他到世界各地去参加很多不同的音乐节，除了在学校吸收的养分，他觉得到各地去的比赛还有这些音乐节也是滋养他在音乐上成就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是，那我就说哦好啊，我就试着帮你就是看我能做什么。那起由就是这样。是，那刚刚英如老师有提到说你在国际上就已经非常受到关注，而且我记得好像在1997吧，你好像13岁就已经得过 Tchaikovsky 那种国际大赛的奖项了。那因为以至于说这种音乐的 competition， 它的确塑造了很多的音乐家能够更上进，能够有个平台被看到被听到。那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世界各国不同的大赛里面的一些心得跟想法？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也刚好想要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办这个国际大师钢琴艺术节，因为我一路在从小13岁在俄国得奖，然后之后也参加非常多国际大赛，但我都觉得就是以一个台湾的艺术家的身份在国际上行走，其实就是要等于就是我一直有一种很单打独斗的感觉。那我觉得因为像我去参加一些国际大赛，其实评委上面都是会有中国的席次啊，或韩国日本的席次，对，但是都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连结比较少，所以其实我办这个国际大师钢琴艺术节最主要是请了很多国际大赛的评审。那国际大赛的评审其实也都是每一个学派的代表，或者是像世界顶尖名校的可能比较有权威的老师，所以我就把这些老师请到台湾来，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再去帮助很多从台湾再出来的艺术家。那也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台湾，当然这个艺术节现在有非常多国际的学生来，因为有很多国际的评委不仅在教学演出，然后很多其他的互动演讲等等的。是是，因为我们艺术节不只是让学生来学习，其实我们也是给他一个舞台。对，因为我们在艺术节的最后就是会帮学生举办很多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之中，我就是希望这些国际评审都一定要去听所有的学生的演奏。那最后我们会选出一位佼佼者，那因为我们也有跟之前有跟台北爱乐管弦乐团青年管弦乐团合作，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跟台北市交合作，也有跟国家交响乐团合作，那所以这个第一名的演出者他就会被我们送上舞台，跟这种知名的管弦乐团做整场音乐会的演出。是是，那因为老师他有不同的二派啊、法式啊、不同的派别，你觉得他在音乐的路上他如何形塑成自己一种新的风格？严老师的风格，个人认为说，也不是纯粹什么二派法式或者是巴洛克，
应该是说，如果在学术的研究上，我觉得严老师是一个，就是说对于各个派别，他理论上的一些学术，他其实是非常尊重，就是尊重各个乐派他原的他的原汁原味。嗯嗯。但是加上我们严老师他个人的特色，严老师是一个非常精致，就是很细腻。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说：“哎，那我觉得朗朗跟严老师怎么比？”我就说：“哎，这怎么比？这不能比。”我就说：“朗朗比较像中国唐代的文化，非常壮阔，就是大山大水这种感觉。”那严老师之我对他的认识，我的感受，我个人的感受是我比较觉得他像宋朝的文人。哇！对，比较娟秀，然后细腻，可能还有一些飘逸。因为我觉得像这几年的，不管是从两厅院到三厅院的一些关于要做音乐介绍，其实他们都会邀请俊杰老师来做乐评啊，或者说分析，或是介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如何去见这些音乐家。他这都忠于原汁原味的他们的作曲家的背景也好，但是又能够用很当代的语汇，然后他又不会把自己就推得太前面。但是他又会用他自己的语法，对，是的，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方式。你会不会太害羞啊？太低调了你。对啊，刚刚那个音乐老师把你讲的真的是哇，文人雅士。我觉得他是文人雅士啊，我觉得他就是很像中国宋朝的那种文人雅士。那请问一下，文人雅士，今天在这段节目当中，可否为我们带来一首文人雅士的曲子？没有，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四月的巴黎。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严俊杰老师来为我们带来Weissenberg 来改编特内的一个作品。Thank you.
学姐，你刚刚听完说你有恋爱的感觉吗？我和年纪大一点，我没有。但是我现在很想到中央公园吹吹风。那我其实有问严老师说，哎，你为什么要弹这首曲子？严老师说，这一年多来，大家在疫情里面都过得非常非常的艰困。但是今年慢慢的，他希望大家艰困都可以过去，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曲子。对，严老师就选了这首曲子。那刚刚英如老师你有提到说，其实在你们每年的邀请啊、征件啊等之类，都其实受到蛮多不同国家的一些回响啊，或是参与度也好。是啊。那今年因为疫情关系，你们想要怎么样来去执行今年的艺术节？我们今年很可惜，因为我们通常我们举办的时间就是在冬天，就是一二月的时候，所以基本上今年我们，然后疫情又不是很稳定，所以基本上今年我们已经是停办了。那我们会希望说，哎，看明年可以疫情赶快过去，让我们明年可以就是再到音乐节来相逢。就是疫情下，我想大家都是也必须要有新的对策。然后呢，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在教学上其实影响是没有很大。那应该是说在演出上，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冲击。其实表演艺术这一块，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很需要跟观众现场的互动的这样子，对。但是后来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很多新的表演形式，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好事，对。那像我去年就跟张艾嘉做了那个跨国的那个演出，就是去年九月的时候，我本来都想逃避啊，因为要去香港，对。就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做成这个连线的演出，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测试了两个礼拜，就是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艺术层次上的彩排。后来这个活动得到非常大的回响，很多国际媒体报道。那因为有这些新的这种尝试，我觉得就是也给这种表演艺术带来很多新的可能。嗨，啊，你最近疫情都好吗？还好，都在家。都在家哦，所以有练比较多琴吗？没有。没有。我最近期末考比较忙，期末考完就会认真练琴。哦，是哦，好哦。那你今天要弹什么 ？The Dark。OK， 好，来，请开始。对。好。在教学的层面上面，其实就，对我来说其实影响不大，因为我从疫情之前就常常有一些美国的，或者是大陆的，或者是东南亚的，线上的学生，那我也很早就习惯这个，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就买了一大堆设备，然后后来做了很多测试，然后，所以。其实这种线上教学对我来说并不陌生。OK， 太棒了，弹得很好，非常好。那个，你这个曲子也弹一阵子了，然后现在已经弹得很完整了。你觉得你的下一步要做什么，或你还要追求的是什么？那我自己反而觉得说，这个线上教学有的时候，因为学生必须要去透过一个装置看到你，所以有的时候反而我自己觉得它是有优点在的。优点就是在说，因为学生他必须透过一个屏幕看到你，或者是持续去听到你在说什么，所以他可能会真的去思考你说的东西以后，他才去
这些指示，他会去思考。然后有的时候这种线上教学，因为比如说我镜头可以离得很近，几乎就是直接照到我的手指，所以有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学生会更 focus， 因为你必须透过屏幕以后，学生会比较专心，或他有时候因为他必须想办法听懂，然后因为可能我比较敏感，所以学生有时候其实线上教学真的这个设备是差很多，音质啊等等这些，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可以看他们的动作，我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可以猜得到，对，然后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考验这个老师的经验。那线上教学对我来说其实是影响是不大，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大家对于表演艺术这一块的接触的习惯在疫情以后有很大的改变，那这个是大家必须去适应的。老师有提到，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可能没办法在世界各地继续做这样的音乐大赛。但是我知道严老师您自己本身还是有持续努力的，想要把台湾的声音、台湾的力量带给全世界。所以你还有在持续一个叫阿里山申请世界遗产的计划。那可否跟我们聊一聊，是什么样的因缘让您跟阿里山有这样一个接触？哦，这个比较是我跟另外一个团队的计划，那其实是阿里山有一个协会，他们希望申请阿里山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当中，这个其实是郑翠萍老师和苏文庆老师他们发起的，那他们就委托了这个王乐伦老师和刘志轩老师，他们总共要写十首关于阿里山的曲子。那就是由我和蔡明瑞，分别录制五首，那完成这个 CD。那我也很感动，就是像那个王乐伦老师，对，那还有刘志轩老师，他们非常用心的去研究了金木水火土哦， oh. 然后呢，套用在这是十首曲子。那这金木水火土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其实把阿里山这个很多的地点，然后划分成了这个十个曲子，那五首呢可能是代表人文的，那五首可能是地景的，就是风景的，对，那很多阿里山的这个人文他们就把它写到这个曲子，像我今天要演出的这个野杜鹃的回忆，它就比较算是人文类的曲子，怎么说呢，因为这个野杜鹃的回忆是王乐伦老师他使用这个高医生，等于是以前周族的头目，那等于是那个时候政治事件，所以他是被等于说被关起来的，可能有一点像是就是坐牢，对，那这个至于他坐的这个牢是不是符合他的罪名，这个就有待商讨，但也因为这样子呢，他其实就是写了这个杜鹃山，就是他怀念他们周族的这一整片的杜鹃山，然后我也很感谢大爱电视台，就是为了这个节目也跟着我们一起去阿里山，那我们也找到高医生的后代高英杰老师，他也帮我们演唱了这颗杜鹃山。
因为翻译的问题。老师你好，我就是王乐伦，这一次创作的那个作品的作曲家。是的，对。那这一位是严俊杰。是严俊杰，谢谢老师。他是这一次的钢琴家。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很特别啊，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的，这个是1940年建的，刚好也是我那年生的。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很多您小时候的回忆啊？这边因为过去的时候有一个留声机的关系，感觉到跟邻居的关系很好，我们都放音乐。这里还有好多老照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照片的故事吗？好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民国35年照的照片，那个时候的全家。老师在哪一个地方？我是在坐最左边，这位是。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跟着我的姨妈，日据时代，跟她的亲戚拍的。后面那个建筑物是？后面是以前达班教育所。那我父亲当初在那边当达班住在所的巡查兼教育所的老师。有双重的身份。就是这位。那所以当时的建筑物就跟现在的状况呢？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住在所已经没有了，但是，住在所的主管，警部的宿舍就是警官宿舍，还留着，还在这边。哇，老师，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有历史。是的，这个本来是1940年是警官的日本警官的宿舍。是。后来，父亲在。中战以后当官派的校长就住在这里，我一共住了8年。哇，8年。英杰老师，那以前您住在这边的时候是不是有钢琴呢？是的，后面有一部小型的卡哇伊的钢琴。老师，在那个年代有钢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请问那个时候医生老师他是自己学的还是说到学校去学习的？他因为在台南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参加一个管乐团，里面他是担任钢琴手。所以是在学校的时候学习的。英杰老师，请问一下，这首作品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我想应该是在民国41年的年底完成的。在青岛东路
的青岛东，是的，台北的青岛东，是在那个地方的狱中完成的吗？是，那个时候叫做看守所，看守所，所以认为说很快就会回来，就想到自己的家乡，就写了这个杜鹃山啊。其实杜鹃山的意思就是，不是说自己的拉拉克斯高家的土地，而是整个的周族的故乡的意思。哦，是整个周族故乡。对对。所以以前在阿里山看到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是一片野杜鹃吗？我从福山就是从石桌开始，一直还没有开垦的时候，到处都是红毛杜鹃。是是是。所以刚刚老师，唱的是这是日语，是日语。对。刚刚把这个歌寄来的时候，所有的部落的人都唱着歌，但是后来看守所了以后，这个歌就没有了再唱。哦，所以那个是从监狱寄过来的歌啊？是的。哇，那看守所。所以这个杜鹃山的歌词其实还蛮好奇，每一段大概在讲什么内容，可不可以请老师饰演唱一小段，然后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其实我们离开这个杜鹃山，后来说现在飘过去的云层是飘上哪里去呢？这是第一首。云层飘到哪里，好美啊。第二首就说自自己诺亚嘛有没米达啊，我梦见杜鹃山，好像是崩裂的云层啊，到底是如何呢？那些蓝色的小鸟现在归到它的巢里面去了吗？是这样。好美。可以感受到这个音乐其实带有很浓的那种思乡的一种情感，那也有一点悲伤。这个也是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有想到，我当时因为负责的是写人文，然后按照金木水火土去找阿里山的题材，那刚好找到土地的这一块的时候，我就直觉想到周族在阿里山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民族，那于是我就在周族的那个部落当中就找一些题材，那很容易的一下就看到了高玉生老师，那成为我的一个去收集资料的目标。那我有发现高玉生老师创作的这个杜鹃山，看了一下他的歌词，了解他的背景，所以我就决定要把这一首曲子的精神放在我的创作当中，就好像是高玉生老师他对于这个家乡的思念，他是隐藏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不是这么大大大的放出来，他即使他在写这个歌词，他也都是非常有情感，而且是很隐匿的。那所以我就是把他的这个精神就放在我的这一次的创作，也希望老师有机会能够来欣赏俊杰老师的演奏。您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中国文化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的系主任王乐润王老师。您好。你好，主持人好，俊杰老师好。王主任你好，刚刚呢严俊杰老师有提到说，在这次阿里山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当中，您有功不可没的一个角色。是我这一次很荣幸能够邀请到俊杰老师来参与这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缘起的时间是在2018年，那时候的5月份，那陈澄波基金会的董事长陈立博先生，他邀请了非常多的艺文界的朋友，那一起到阿里山。那其中呢，就包含了国乐界的老师苏文庆老师、郑翠平老师，还有刘志轩老师。于是他们也一起邀请了我，就到了阿里山去看。那阿里山现在被大量的提起，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将阿里山能够列到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那很荣幸的这一次我们就到了那个山上去，
而且还有林务局的郭银良理事长啊，那他是这个阿里山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协会的理事长，那透过他的专业的导聆，那带着我们就去认识了所谓的阿里山。那在那一年的2018的十月份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俊杰老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同学蔡明瑞老师，他们两位钢琴家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所以我们就定案了这一个叫做寻找阿里山声音的一个录音的计划。是，那因为刚刚我们在影片当中可以看到老师跟严俊杰老师，你们两位在到山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的采集，那因为阿里山不管是不是叫做世界文化遗产，对我们台湾人来讲从小都已经听过，也可能都去上面看过日出，那对于两位，你们再一次步入到阿里山里面，对你们两位来讲有什么样新的感受？其实我小时候对阿里山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们以为的阿里山就是神木日出啊。那事实上我们在2018年的那一次上山之后，才慢慢的逐渐啊，对阿里山开始有一点初步的了解。那这一次为期三天的旅程哦，我们爬了那个大塔山，也到了神木群，那也慢慢的挖掘到很多很多跟人有关系的一些故事，那才慢慢的开始觉得啊，阿里山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的地方。嗯。タロポレラコレ、オアラレロカレラ、マイエンナケンナモ、アイナシアナネ。アンナナシアナネ。这一次参与寻找阿里山的声音计划，那这个音乐的制作，其实我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到阿里山，来收集相当多的一些人文跟地景的素材。因此呢，我们就逐渐慢慢厘清几个方向。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以人文的这些取材的方式来创作五首的作品。那另外以地景，同样以创作五首的这个作品。那这十首作品当中呢，我们都用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概念。那我们都知道，金木水火土是中国我们在解释宇宙运行的一个道理。那其实在阿里山我们也可以处处可以见到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道理。那这一次呢，先创作了两首的作品。那第一首是钟声幽破白云来，描述的是慈云寺的一首作品。那另外一首呢，是野杜鹃的回忆，是描写周族。那这两首其实就分别代表五行当中的金与土。那金最特别的地方当然就是慈云寺里面的一个千年的金沙的释迦牟尼佛像。那当然描写慈云寺不止于此，那还有它的最特别的钟声。那最后一个就是在大殿当中的四个字的匾额，万德庄严。那我就以这四个小的标题为题材创作了这一首作品《钟声幽破白云来》。那这次很高兴，就是因为有这个机缘，从一开始去讲台湾的地理位置，到阿里山为什么这么美，这一整个就是希望把阿里山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梦想哦。那从阿里山跟人文的很多的连结，那所以这次就特别为了
这个计划，等于是真正来这个阿里山里面，感受一下这整个山里面的音乐哦。所以昨天也很高兴，就是听到了这个高医生老师的后代哦，高英杰老师他演唱。那这整个听到这个周族人还有他们的古谣，就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启发，所以就是对我接下来要演奏这整个的计划，带来很多的冲击和感动哦。那老师，请问，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您自己本身有来自于西方音乐的背景，但后来也能够在东方音乐当中能够如鱼得水的开始去做创作，这是在阿里山当中，它是一个用原住民的音乐来去做宽广的自然的线条的听觉的也好，老师如何融入你自己在不同音乐的训练啊、背景啊跟感受度来去写出属于这次要让阿里山让世界听到的乐曲？我这几年其实写作上面啊，比较偏重在心灵跟宗教上面的议题。那这一次这个阿里山的任务，让我重新的去打开了一个大门，对于这一块土地的一个重新的关怀。那因此这几年我们陆陆续续上山蛮多次的，包括今年的2月、2、3月份的时候跟俊杰老师一起上山。那 这几次的一个旅程当中，不断的去找这个阿里山上面除了地景之外呢，其实还有非常多具有意义的一些人文的故事，包括汉族，包括殖民的日本，那包括原住民的周族，这些三个族群他们在这个大时代上面命运相互的牵扯纠结，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但是我们也非常透过这个悲剧故事能够得到很多的反省。是，那请问就是严老师，您在国际上有那么多的演奏许多大师的音乐，那当你再回到像这种比较属于部落的然后属于民族性的音乐时候，你在你心中的感受，或你在听到的那时候心中的一种想象跟意念是什么？他其实虽然用了就是这个周族的刚刚提到的高医生老师他所创作的这个歌曲，但是其实他整个写作是这个古典音乐的这个学派下来的，所以很多里面的技法其实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像是不能说德布西的影子，但是我会觉得有很多的这个传承印象派，然后对像印象派的一些色彩，那就连像陆文老师，就连他那个踏板几个和弦要踩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是作曲家特别指示你才会这样踩，不然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和弦换了就应该踩。对，所以他很多的这个写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而且都是有思考过的，所以它也不是就是像真的就是一个原住民的歌这样子而已，而是它是应该是说它把这个东西整个经过了包装，经过很神秘的思考和结构的安排，所以出现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在国际上大家都可以听得懂，是也可以感受，就像我们去听国外的随便一个杜兰朵好了，这个很简单，故事很简单，然后虽然我不懂古典音乐，可是我只要进去听这个歌剧，我一定就知道哦，这个冰雪的公主出了三个谜题，然后公主彻夜未眠等等的，最后她被爱融化了，对，所以但是这整个构局是非常精密的，或者是有很戏剧化的安排。 对，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曲子的想法。那两位老师请问一下，这个刚刚听到你们讲的那么多迷人的故事典故啊，甚至你们自己走到山林里面，然后跟三个不同文化的人，有原住民的汉人的，或是甚至日本的，
那种世代的交替跟纠结之后，那在2021年的现在，什么时候要开始录音嘞？这个录音计划其实都在进行当中。Okay.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作曲家必须要赶快把所有的作品都完成。Okay. 我们在持续的完成当中。那录音也受限于这一次的疫情关系，打乱了我们原定的那个录音的啊。我们本来2021年6月中就要完成。OK， 但是因为疫情，现在大家都知道嘛，连国家音乐厅都整个闭馆，所以我们本来录音的场地也都没有办法使用。那就去阿里山录啊。就是这种阿里山录，这种钢琴专辑的 CD 录音比较考究啦，就是那个场地其实还蛮重要的。是是是，对，所以可能就是。目前就是因为疫情就会暂缓，辛苦了。那今天立德路二号非常荣幸邀请到乐伦老师，还有严俊老师，刚刚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到三位这么用心的人在音乐的领域上，然后愿意为台湾这片土地以及学子们从国际大赛的升到申请世界遗产的台湾的美，都希望让不同的人看到。那今天立德路二号非常谢谢，荣幸邀请到你们，谢谢，谢谢，祝福疫情速速退散，大家平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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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谢谢。